李总统立委选举已经进入最后阶段，正月初三，民进党发起全台直辖市县市公布路口拜票活动。民进党分管东部除了一透早在支持者陪同下在路口拜票，更有在地餐饮业者免费提供小笼包给民众享用，希望以实际行动来支持民进党籍总统甲立委候选人。一头早，民进党分管东部伫咧各支持者的陪同之下，来到各路口进行拜票，希望民众伫咧正月十三号总统立委选举到阵来支持民进党籍候选人。其中有餐饮业者来免费提供小笼包，和路上来往的民众享用。今日是吼，咱全台湾吼同步吼，咱来徛路口，我们站出来，我们要美德赢台湾吼，美德赢台湾。我们今日非常啊，民主进步党东部非常感谢着吼。我们长生这小老板，这老板吼，谢老兄吼，爱特别吼啊，响应这个活动，啊，佮来的时阵，每一个人拢送伊两粒小笼包，所以它叫做民族小笼包。陈明耀则表示，家己是为几啊工进前来准备这小笼包，希望会当以家己的力量、家己的行动来挺台湾、顾台湾，好民众共同来支持民进党的候选人。咱一定要站出来为挺台湾吼，咱的迄个就是爱甲咱的台湾顾好。咱为着咱的子子孙孙，咱一定要站出来，无站出来袂使哩。因为这边非常艰难的选举，所以讲希望大家支持戴小佩以后诶。民进党分院馆第二选区刘伟豪选人刘建国，一透早也来甲大合路文化路口拜票，大正欢喜支持者收听，有真侪经过车辆也拢持喇叭来表示支持。邀请民众伫咧正月十三号一定要出来投票，支持二号赖清德总统候选人。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出来投票啊，选择我们信赖的啊总统候选人，然后也希望可以带领台湾更加的进步跟稳健。那我想啊，我们啊身为台湾的一份子，我们都期待台湾的主权可以更加的确立，然后自由民主可以生生代代的传下去。所以今天啊，很多的支持者自己也主动的站在这个斗六的重要的十字路口哈，看四方都有人哈。距离正月十三号总统立委选举已经进入最后阶段，各候选人拢积极拜票造势，以及进行政见发表，希望会当来得到更加多选民的支持。记者江怡强报道。